他有翻过来的。都是可以轻轻松松的跳上火车，跟我们来一场草原之旅。
而右手边摇着尾巴，欢迎大家到来的是我们大马。在蒸汽机还没发明前，他们是拉车的主要动力。蒸汽机发明后，他们就会折回来，而且他们可以适应各种环境。而在大马的车上呢，有一对斑马夫妻紧接着出现了。他们是长头发斑马，又俗称草原斑马，与生俱来有三种颜色。黑白条纹相间，还有一条蓝色王狮子眼中呢，就会分不清楚哪边是头，哪边是尾巴，只会看到一条一条的条纹，所以他们就不容易被猎杀掉。需要频繁的饮水，在它生活的范围有个长期，并别人息息相关，因为它的肉可以填饱肚子，皮可以温暖心，骨头可以拿来当做敲锣打鼓工具，连它的粪便压扁了晒干都可以当柴烧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他们被封为美国的国兽，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美国的发展史。平常他们喜欢洗泥沙浴，可以把身上的寄生虫给消灭。换毛季节时，他们也会去磨树、磨石头，把身上快要脱落的皮毛给磨碎下来。夜晚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会围成一个大圆圈，老弱妇孺会睡在正中间，而年轻强壮的则是睡在外围保护家人。想要知道谁是他们现任首领，非常容易。年纪越大，地位越高，他牛头上顶的爆炸头就会越炸越大颗。许多人都说他长得像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牛魔王。右手边我们来到的是四脚鸭，还有油猪们的家。四脚鸭大，头上的角最多可以长到6只，平均是长4只而得名，但只长4只角而已。可是在野外，如果在该生环境比较险恶的话，他们头上的角一出现就会注定有6只，用来保卫自己以及保卫他们的家园哦。看看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往左手边对面去呢？没有看到像其他孔雀，像左手边开屏的那一只一样，这么比较好看一点点哦。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啊，是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长颈鹿。它是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珍妮秀斯的胃，而它的胃都是它的储水箱和火锅。它跟小胖骆驼最大的差别在它体型很大，走路速度也比较慢，而且啊，它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当它高兴时就会不小心。被攀岩欧洲最古老的绵羊祖先——南欧绵羊，绵羊尾巴放下来，而左手边看到的全部都是山羊。原材料是安哥拉山羊，不同颜色都是可以种。
在瞪着你呢。我没说。对啊，在这里啊，我就是这样。
不好玩？好玩啊、哦！哎，好玩啊、哦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哇！舅舅也是在那里呀、啊。这边是吉林的，你看。摔到了，还好啊。他还故意给他宣传。谁有不服哦？还在行进中，请您双手举报。谁有不服的？送你。请暂停。送你。Sayang lah